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复活邪神 I Universe》，然后是国际服的。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复活邪神》。好，没事。好，现在看一下公告、哦，那个与无头骑士之战。咦，我要打一个雨。能力值上升三倍，我那就会多掉一个 S 武器啊。你是什么字啊？鱼药之枪吗？哦，有点浮。然后要有一名那个特殊角色才会掉落。那就多一个枪而已嘛。那奖励可能有多什么矿山洞窟的地图。哦，然后。你挑战关卡可以拿到珠宝徽章，我觉得没什么用啊。诶，哇，它总共有四关哦，我只有过挑战一啊。哦，然后登录有送东西。追加第九站。然后这个上次的了嘛。好、哦，就更新了这两个。跳一下。哦，然后这个。这个我只有过挑战一啊，二就自动没有过，就不想打了，丢着。哦，然后要有特定角色哦，像这只兔子就有。哎，怎么那么多有的？哦，这队就没有，它就不会掉武器跟这两个道具。兑换酒，这枪应该不用换吧？打了就好了。剩下是我没换完的，它有多矿山地图吗？有。好、哦，那大概这样，应该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抽的吧？可是我看我没有收到那个枪。哦，设定自动贩卖，所以那个如果没有 plus， 我过多。好，有 plus 的保留啊。枪是看什么、啊？力量吗？这个应该也是纪念用的吧？我、哦、现阶段还可以用啊，后面就 SS 的比较强。然后我那个 SS 武器不知道为什么拿了两重复的，是不是中 bug 了？可是我有一组是有强化过的，那一组是没有的。还是他之前活动有送啊，我已经忘记了，重复了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嗯哼，好吧，可能他之前活动送的吗？然后关卡又打了同样的武器，这样应该没有东西可以抽吧？我看看哦，没有，欸、有欸。我以为没东西可以抽了，突然可能抽完都是碎片这样。哦，新的瑟菲拉斯，又新的。巴巴啦，那白金池有加新角色吗？还是之前加的我没有抽到这样？哦，
20号更新。20号刷新可以重打这样子。不过20号更新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。火球是谁？有了，翡翠。我可以再抽一次。新的是谁啊？安德洛马克。哦，对这只完全没印象。这边漫画赚了。好，差不多这样。你还是再看一下商店，我该不会还有东西可以换吧？为什么白猫没有换完？应该体力药剂够用了，不换了。五宝徽章，咖啡，好吧，应该没什么可以换的，那就这样先收牌啊。